Cow 啦，咁啊嚟自 Dairy Cow 獲得六年，咁啊就好多謝啊鮑威廉啦，去俾到呢一個獎啦，係一個全港十大最佳嘅攝影師啦，我諗 whatever， 係咁就多謝鮑威廉啦，頒呢個獎俾我哋啦。如果你問我一場婚禮裏邊有兩個 moment 我特別中意嘅，第一 moment 就係話斟茶俾父母。咁而第二個就係、是我諗係證婚啦，係啊證婚。證婚嘅時候我特別喜歡有啲係採用 church 形式，可能係由女仔個爸爸帶住新娘子出嚟交俾新郎哥。我好中意 keep 住呢個 moment， 好真，亦都係一個我好中意處理一個嘅環節，啲相喺度 touch。我希望做第一樣嘢就係話嗰張相佢睇完之後嗰種嘅感染力喺邊度？譬如他們大家都是在某一間大學認識，那我就會選擇就是說你會不會回到同一學校呢，大家同一起在某間公司工作，或者來自某一個行業的，會不會有一些 icon 的地方去到呢，同一張婚紗上，但那張照片可能在他們的生命裡面所掀起的涟漪會比較大的，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環節。那我希望在未來日子可以更加充實到我自己的攝影生活，還有我同我嘅團隊都可以繼續合作，咁合作得好好啦，咁同埋就新人亦都可以得到佢自己好想要嘅回應，咁呢個就係我作為婚禮攝影師或者係點樣繼續去進步一個嘅動力。